我觉得，哎，兄弟们，要不就把签了吧，这个签了吧，签了吧，不要，要不了就签了吧。不是，你先跳完舞，跳完舞再签。先，这东西必须要才艺过关，我们才能签。哦，要先要必须。那我才艺不过关，那你岂不就把我怕掉了？不是必须的，先来个才艺，来个才艺。来，你重新跳来，就搁那儿，搁那个那个角落里面跳。你对着我，我这样，可以。我正高来，志峰，你到这边来，到这边来。啊，都别看了。我们不看，我们不看。但是你不能乱搞，不能有 M 盾呐。那我乱搞，那我乱搞什么嘞？真的是。哇，你这个指甲还能这样的吗？必须的，专业的户外设备。行，那你站到后面去吧，站到那个角落就可以了。看啊。这个腿真的。长长不长？腿长不长？够不够长？还行吧。他要不要再美颜一下子，修一下子？不用，就这样吧。啊，再修一会儿，后面的桌那个凳子腿都成 S 型了。这个，你再往后站一点就好了。这样吧。啊，再退一点。还退？哎，这个很完美。就这样吗？来，请开始你的表演，我抽根烟。等一下啊。哎，这边的带货真的可以啊。这身材，哇，小马达。你在哪流动？你在哪流动？他们问你有多高？兄弟们，我是1米8的个儿啊！我要站起来之后，他都高了。1.66。没报虚吧？嗯。没报虚吧？1.66，这是高度的。差不多。来，先坐吧，先休息会儿，休息会儿来。累了。来，志峰给那个妹子拿支啤酒解下渴。我们家里面主要是刚。就是刚搬进来住，然后也没有也没有那啥啊，也没有就是水呀啥的，没买水，家里面就只有酒。你能喝酒吗？能喝，特能喝。我才艺可以把舞蹈换成特能喝。你这逼给你装的还？那我确实能喝嘛，是不是？就这两天还有人在我面前敢说特能喝。我跟你讲，青岛不倒我不倒，雪花不飘我不飘，就这么硬气，我跟你说。你这沉默是怎么回事？你这是不相信啊？你就说像这么大支的啤酒，你能喝几瓶？那我没算过，那算过的肯定就是已经喝到上限了。那我没算过，不就是没上限？我的天！哎，兄弟们，说实话，这绝对是一个干带货主播的一个好料子。本身干了2年带货，来吉梦，我跟你讲，吉梦他妈此时此刻就缺这样的人才，真的，兄弟们。真的是缺这样的人才呀！我操，我这个，对了，我粉丝说了，一本木华说喝一瓶敢搞，我就敢来，敢接不？敢接啊？为什么不敢接？一本木华说喝一瓶啊？嗯，两本喝一瓶。我敢，可以，就这么定了，行，就这么定了，就这么定了。那我怕，那我不怕的。啊，真的还蛮适合的，可以，我答应你，我绝对保证你进节目。真的吗？真的保证，100%保证。哎呦，我操！哇，这是个什么东西？嗖的一下过去了。这是5瓶啤酒。喝。5瓶啤酒，志峰，你干啥直播？我操！上头了，青号啊，兄弟们，这志峰啊，就旁边这个我徒弟啊，跟着我玩的，兄弟们，
咱们如果说那啥的话，点个虐好吧，到时候他也搬过来跟我一起住，啊，这个串联盒就当他的交房租了啊。哈那嗖的一下就过去了，啥都没看清。那我赔一个了，赔一个。兄弟们，敬你们一个。我喝完酒我就不开车了吧？我喝一个之后，喝酒不开车，开车不喝酒。但是我好渴呀、啊，我特别口渴，兄弟们，我有点口渴。这不能喝不？能喝呀、啊！我操你！